家居博主最喜欢的100间生活小屋有哪些？来回滚动的剥蒜神器，可以轻松剥蒜，也不担心手上沾染大蒜的味道。可以控制用量的蚝油按压泵，再也不会有蚝油倒不出来的烦恼。可以脱水的蔬菜甩干机，脱水后炒菜就没有油水飞溅的烦恼啦。自动翻盖的重力油壶，单手就可控制用量，瓶身还不挂油。一个可以捞蛋并且捞面的厨房小工具，竟然还有两副面孔，摇身一变还是个打蛋器。非常好用的防烫夹，碗和盘子都能牢牢夹住，干净卫生不烫手。可以开瓶子、开奶盖、开啤酒、开罐头的多功能开瓶器，有了它，女生也能成为大力士。好用的 L 型杯刷，可以清洁到杯子的底部，洗得很干净。再也不担心煮东西会溢出来的防溢锅盖，还可以当做一个蒸屉使用。一个可爱的胡萝卜封口夹，也可变成一罐胡萝卜冰箱贴，既美观又好收纳。一对螃蟹钳子硅胶手套，有了它，端锅揭开锅也不怕烫手啦。一个好用的洗刀刷，刀子洗得很干净也很安全，避免了刀子划到手。每隔15分钟喷香的自动喷香机，减少洗手间的异味，拥有好心情。一个可弯曲的清洁刷，不放过任何清洁死角，超省力。一个百叶窗清洁神器，解决了多年百叶窗的打扫难题。水龙头清洁布，绿色清洁污垢，黄色用来抛光，可清洁到水龙头的边边角角，清洁后水龙头闪闪发亮，可自动感应出泡沫的洗手液机，从此让你爱上洗手。一个可以挂在浴室的手机支架，一边洗澡一边看剧，幸福感满满。一个可贴任何物品的万向轮，贴上它，难以挪动的物品都能滑动起来，很省力。一个可充电款的无线感应灯，背部可粘贴磁力吸铁，任何位置都可安装，还可三色调光，既美观又实用。还想知道更多生活好物，那就关注小可爱吧。